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全民念佛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啊，为什么信教的教义甲宗旨是王禅老祖啊，伊个大愿力，天下太平，世界和平。要天下太平，要世界和平，讲起来是无遐简单，但是有妙法，即是王禅老祖甲咱开示。平常时，咱着多念佛来回向，啊，礼拜日。在时咱全面来念佛，啊，共同来祈祷。以外呢，啊，一定要集合每个人的功德、的力量。一年一次是王禅老祖的圣诞日。圣诞啊，水陆大法会，所以今日4月28，也是咱全民念佛。咱几海年水陆大法会圣诞今日，在圣佛寺设有7段一诵。这个段，净土段，啊，延寿段，龙凤段，诸经段，要咱的翰林所要来段。要花言段，总共合起来7段一组，的目的，啊，咱就敦请着佛教界啊长老上明下定大法师，啊，敦请伊帮忙。明鼎大师也非常慈悲，替咱为心信教，啊，敦请到将近百位的高僧戒定，7天的中间分作8段，啊，咱以上香花。孤船来供养，来上诸经，尤其咱的净土段，都是所有咱的各国大城上经所调请的三界万灵。
各位的祖先啊，万灵等等啊，这进入到咱大城来听经闻法，然后转向啊，一对净土团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啊，来圆满。啊，这就是咱念佛的功德，这也是咱尊教罗道师尊给咱的发言。咱来做水陆大会大法会，水陆大法会也是就是咱道家的露天大照。把一张露天大照，爱足着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功德力。啊，咱水龙会是佛教的水龙大法会，啊，这个功德力加露天大照是平等的，所以啊，啊，咱这个水龙大法会。啊，老早甲咱开始爱做六十年，哦，一般六十年，普通做六年就真困难啊。咱是安那去爱做六十年，因为老早的慈悲带领着咱所有有缘的拢是太极天的天龙来出世，咱就是要来守护地球。啊，守护着众生，所以传道给咱，叫咱为心信教，咱来依法修行，啊，为国修道，为民祈福，啊，才会用各种的方式来迈向着世界和平。啊，尤其诶，老早开始啊，咱诶为心信教诶弟子，咱爱每一年办水陆法会以外，每礼拜日再是全面念佛，而且啊设立着这个为心信教学院。一经大学，啊，妙法普传，啊，共同平安，大家和谐，啊，咱今日大家都来念佛。万灵归心，三皈依即闻，我佛慈悲。光降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。今日今时，全民一心奉送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诸天圣神、佛菩萨加持灌顶，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圣灵心开意解，了脱生死，往生极乐净土。当下处时，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，以为本愿。
见证。Yeah.